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课程内容是关于流行语。流行语。首先呢，한국流行语中에서아는말이있어요？在韩国的流行语之中，大家知道哪些流行语呢？한국流行语中에서아는말이있어요？比如说第一个，绿草，卖萌啊，卖萌。绿草，我们常说的是什么呀？啊，装可爱啊，卖萌。绿草，绿草，绿草，绿草卡吉玛啊，别卖萌了，别再啊卖萌了。还有我们啊，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훈남，暖男啊，暖男叫什么呀？훈남，暖男，훈남。훈남，比如说像啊金秀贤这样的啊，都敏俊啊，都敏俊系就是应该什么呀？暖男啊，훈남。훈남的这个词啊，在韩语中啊，在韩剧中，在韩国人日常对话中呢啊，也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词啊，훈남，暖男。这个大家这个词呢，可能大家会比较陌生一些啊，因为这个词呢不怎么常见。배그남，배그남，배그남，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啊中国话中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小鲜肉啊，这就是小鲜肉的意思，指那些长得啊比较童颜、比较嫩的这些男生叫什么呀？배그남，小鲜肉啊，배그남，小鲜肉。好，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课文中的一些单词。不可以，不可以你怎么说呀？안돼요啊，안돼요。但是现在呀，안돼요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啊，比较卖萌啊，귀찮을때啊말하는말안돼요啊，안돼요，就是안돼요的意思什么啊，可爱的一种读法啊，안돼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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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啊，안돼요的可爱的这种说法。你看下一个，의리，의리，一起啊，一起，의리，의리，의리。다음，超级的赞啊，真是赞啊，真是好，真是赞。特급칭찬이다啊，特급칭찬이야，超级的赞啊，超级的赞。特급，超级啊，特급，超级。칭찬이야啊，特급칭찬이야啊，真超级的赞。something 啊，something，something 男女啊。성녀，성男啊，就是 something 男녀啊 ，something 男녀，성男，성男，성녀啊，一些女人，一些男人啊，某女某男，성녀，성男。好，什么意思？뭔말입니까？啊，뭔말입니까？뭔말입니까？뭔말입니까？다음，不要嘚瑟啊，别嘚瑟，别没大没小，别嘚瑟，这是什么意思啊？啊，用韩语怎么说啊？까부리지마啊，까부리지마，까부리지마，까부리지마啊，까부리지마，까부리지마啊，就是不要嘚瑟的意思。好，不是啊。아닌데，아닌데啊，也是一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啊。아닌데，아닌데。好，颜值啊，颜值。외모지수，외모지수，外貌指数啊，就是颜值的意思，颜值。
颜值啊，也是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一个词。颜值说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啊？啊，我们不说他外貌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我们就说啊，颜值高啊，或者颜值低啊，啊，形容着一个人好看或者是不好看啊。原貌技术，原貌技术。好，我们来重新读一下，不可以，안돼요，안돼요，안돼요。糖，义气，의리，의리，의리。다음，超级的赞，特급칭찬娘，特급칭찬娘，特급칭찬娘。糖，猛男猛女，성녀，성남，성녀성남，성녀성남。다음뭔말입니까，뭔말입니까，뭔말입니까。다음까불이지마，까불이지마，까불이지마。다음아닌데요，아닌데，아닌데，아닌데。마지막颜值，외모지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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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颜值逆天，하늘을거스르는미모，하늘을거스르는미모，하늘，天啊，거스르다，거스르다什么呀？逆转啊，逆转，反转，逆转。하늘을거스르미모啊，하늘을거스르는미모。逆转的什么颜值啊，颜值逆天，肯定说他啊，这个人长得非常非常的好看漂亮。하늘을거스르는미모啊，颜值逆天。好，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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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赞啊，脸赞，他脸长得很漂亮，很好看啊，脸赞。儿长，儿长。糖，颜值高啊，原貌技术高，높다，他的颜值很高啊，长得很漂亮，原貌技术高，높다，原貌技术高，낮다啊，颜值低啊，높다高，낮다低啊，颜值很低，原貌技术高，낮다啊，颜值低。颜值爆表，미모폭발啊，미모폭발，美貌啊啊爆发啊，颜值爆表，미모폭발啊，形容这个人简直真是啊逆天了啊，真的很漂亮。不老女神，방부제미인，방부제미인，不老女神，방부제미인，방부제미인。旁不在什么意思啊？防腐剂啊，旁不在，旁不在民，防腐剂女人啊，防腐剂美人就什么呀？不老女神，旁不在民。买什么？英雅，英雅，屌丝啊，英雅。我们说的所谓的什么呀？屌丝啊，屌丝，英雅，英雅。英勇。好，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第一个，颜值逆天，하늘을거스르는미모，하늘을거스르는미모，하늘을거스르는미모。好，脸赞，儿长，儿长，儿长。好，颜值高，외모지수가높다，외모지수가높다，颜值低，외모지수가낮다，외모지수가낮다。다음，颜值爆表，
미모폭발미모폭발미모폭발다음防腐剂美人啊，不老女神방부제미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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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지막屌丝잉여잉여잉여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组单词。第一个单词穿越 time sleep time sleep time sleep 穿越啊，穿越 time sleep 好，有勇气的人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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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执着沉醉于一种事情啊，指沉着沉醉于一种事情。오도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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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没有经过大脑没有经过大脑想出来的话啊，没有经过大脑想的话，对的。这里这里这里唐失败者 loser 啊，就是我们英文的 loser 啊 loser 失败者 loser loser 马吉猫真的事实 liar liar layer layer 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穿越 time sleep time sleep time sleep 다음有勇气的人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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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欧德库执着沉醉于一种事情欧德库欧德库唐没有经过大脑想出来的话莉莉莉莉莉莉唐失败者loser loser loser 마지막真的事实 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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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对话部分。第一个，你经常用流行语吗？유행어많이써보셨어요？유행어많이써보셨어요？你经常使用什么呀？流行语吗？유행어많이써보셨나요？유행어많이써보셨어요？제가써보기보다는比起啊我自己啊用的流行语啊친구친구들이따라할때많이웃었죠我更多的是什么呀是学朋友们用的제가써보기보다는친구들이따라할때많이웃었죠유행어많이써보셨어요아你经常使用流行语吗유행어많이써보셨어요제가써보기보다는比起啊我自己啊学的比起我自己啊说的啊제가써보기보다는比起我自己说的친구들이따라할때많이웃었죠啊跟随朋友说的呀 啊我会什么呀笑的很多啊我更多的是什么学习朋友们用的
你主要是偏爱笑的人呢，还是不是爱逗别人笑的人吗？주로오는스타일이구나웃기는그런사람은아니고아니주로主要啊，주로主要，주로오는스타일이구나啊，主要是啊爱笑的人啊，笑的这样的什么呀？스타일啊，这样的什么风格？주로오는스타일이구나웃기는그런사람은아니고啊，웃기는그런사람아니고，不是爱逗别人笑的人吗？啊，웃기는그런사람아니고。네그래서재미는사람을좋아해요是的啊，我确实是什么呀？啊，爱笑但是不爱逗别人笑的人。嗯，그래서재미는사람을좋아해요啊，재미있는사람을좋아해요是的，所以啊，我啊更喜欢啊喜欢有趣的人啊有意思的人。네그래서재미있는사람을좋아해요그래구나아是啊这样啊김화씨처럼이제자주우는사람도있겠지만그냥여러친구들만날때안우는사람도있잖아요对啊啊是这样的虽然啊有像静华你这样经常笑的人但也有人啊在与很多朋友见面的时候啊就不怎么爱笑了그래그렇구나김화씨처럼이제자주웃는사람도있겠지만그냥여러친구들만날때안웃는사람도있잖아요맞아요아对呀是啊有的人啊很爱笑的人啊平常很爱笑但是啊啊有人在很多朋友面前呀、啊、就不爱笑了变得很拘束了자우리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유행어많이써보셨어요유행어많이써보셨어요제가써보기보다는친구들이따라할때많이웃었죠제가써보기보다는아제가써보기보다는친구들이따라할때많이웃었죠제가써보기보다는친구들이따라할때많이웃었죠주로 우는스타일이구나웃기는그런사람은아니고주로웃기는아주로우는스타일이구나웃기는그런사람이아니고주로우는스타일이구나웃기는그런사람아니고네그래서재미있는사람을좋아해요네그래서재미있는사람을좋아해요그렇구나경화씨처럼이제자주우는사람도있겠지만그냥여러친구들만날때안우는사람도있잖아요그렇구나경화씨처럼이제자주우는사람도있겠지만그냥여러친구들만날때안웃는사람도있잖아요맞아요그런사람들을웃기려면아想要逗那类人啊笑啊有许多여러방법이있겠는데아会有很多方法流行语를많이아는것도되게좋은방법이에요知道流行语啊这个是个什么呀啊会很多流行语这也是个非常好的啊方法可以逗那些啊不爱笑的人그런사람들을웃기려면여러방법이있겠는데유행어를많이아는것도되게좋은방법이에요아유행어를많이아는것도되게좋은방법이에요맞아요是啊저는한국어를공부하는외국인들이이점을꼭알았으면좋겠어요我希望啊在学韩国语的外国人嘛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哦저는한국어를공부하는외국인들이이점을꼭알았으면좋겠어요아저는한국어를공부하는저는한국어를공부하는외국인들이이점을꼭알았으면좋겠어요아저는希望爱学学习韩国语的外国朋友们呢一定要知道这一点어떤점이요나이디아유행어를많이알면인기가많아지고会知道很多流行语的话就会什么呀人气就会变得啊很高한국사람들이너무좋아해요韩国人呢也会怎么样很喜欢你啊也会很喜欢你유행어를많이알면인기가많아지고한국사람들이너무좋아해요
맞아요그래서개그프로그램을많이봐야돼요对呀，那所以呀，要经常看什么呀，笑话类的节目了。맞아요그래서개그프로그램을많이봐야돼요개그아개그喜剧啊，喜剧笑话啊，喜剧。맞아요그래서개그프로그램을많이봐야돼요맞아요맞아요개콘이라든지개그 콘서트뭐라고프로그램을많죠뭐그런프로그램많죠对呀对呀像什么呀아개콘아개콘이런든지아像校外音乐会这样的节目啊啊会有很多呢개그 콘서트笑话音乐会啊개그笑话喜剧콘서트音乐会啊개콘그럼이제什么呀啊笑笑音啊笑音맞아요맞아요개콘이라든지개그콘서트아개그콘서트뭐라뭐그런프로그램많죠네저는개그콘서트굉장히좋아해요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什么呀看笑话音乐会呢네저는개그콘서트굉장히좋아해요저는개그콘서트굉장히좋아해요매주봐요매주도看吗아매주도看吗거의매주봐요几乎啊每周都看동생이못보면따로다운받아줘요如果看不到的话弟弟啊就会什么呀啊下载来给我看거의매주봐요동생이못보면따로다운받아줘요아따로다운받아줘요다운로드아다운로드下载아다운로드거의매주봐요동생이못보면따로다운받아줘요아따로다운받아줘요다운로드아다운로드下载吗다운로드네아혹시생각나는유행이있어요아니有什么呀想起来的什么流行语吗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啊맞아요맞아요개콘이라든지개그콘서트뭐그런프로그램많죠네저는개그콘서트굉장히좋아해요매주봐요거의매주봐요동생이못보면따로다운받아줘요거의매주봐요동생이못보면따로다운받아줘요다운로드네아혹시생각나는유행어있어요타가되고싶으면연락해想什么呀成为明星就和我联系吧스타가되고싶으면啊想成为明星的话스타明星스타가되고싶으면想成为明星的话연락해啊联系吧스타가되고싶으면연락해啊是想成为明星就联系吧그거너무재밌었어요아那个呢实在是太有趣了그거너무재밌었어요왜냐하면因为什么呢因为그거그게전라도사투리여서아더친숙해진짜친숙해서더재밌었어요因为啊那个是用什么呀아그게전라도아전라도全罗道전라도사투리여서因为那个是用什么呀全罗道方言来说的더친숙해져서아더친숙해서더재밌었어요更加的有趣啊更加的熟悉了亲属卡达亲属卡达什么呀熟悉啊亲属熟悉그거너무재밌었어요왜냐하면그게전라도사투리여서더친숙해서더재밌었어요경화씨고향이아你的故乡是哪里呀네전라도예요是什么呀全罗道전라도광주全罗道光州啊全罗道전라도아전로도네저희어머니도그래서굉장히좋아했어요그유행어아我所以我的母亲呢也很喜欢啊那句话也很喜欢那些话流行语啊也很喜欢一些流行语그랬구나그리고유행어를잘모르면왠지제또래들보다좀뒤처진다는그런느낌도아드린대요아
되긴해요原来如此啊，还有不懂流行语的人啊，就会啊有我比同龄人啊落伍的这种感觉呢。그렇구나그리고유행을잘모르면왠지이제또래들보다좀아뒤처진다아그런아느낌도들긴해요아들긴해요네맞아요是啊确实是这样다른사람들이그런유행어를하면서아其他人呢都会啊用这个什么呀流行语怎么样啊막웃고있는데아可以逗笑的时候啊怎么在혼자모르면제저혼자모르면我一个人不知道的时候啊상당히제가시대에뒤처지는사람아니면뭐재미가없는사람처럼느껴졌어요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那可能是什么呀很觉得很落后于的时代或者是被人认为是没有意思的人啊没有意思的人他这个人真无聊很无趣的人다른사람들이그런유행어를하면서막웃고있는데아막웃고있는데막웃고있는데저혼자모르면상당히제가시대에뒤처지는사람아니면뭐재미가없는사람처럼느껴졌어요네저도한동안아저도한동안개그콘서트안봤거든요그런데요즘에사투리쓰는사람이표준어쓰는것처럼하는거다들따라하길래다들따라하길래저도챙겨봤어요일부러我有一段时间呢也不看笑话音乐会了可是最近啊说方言的人呢都按说标准化的人那样说话了所以啊我也专门学着看这些节目네저도한동안개그콘서트안봤거든요그런데요즘에사투리쓰는사람이표준어쓰는것처럼하는거아다들따라하길래저도챙겨봤어요일부러아일부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故意的啊故意的我也什么呀啊故意的特地的什么呀学了那些什么呀节目네저도한동안개그콘서트안봤거든요그런데요즘에사투리쓰는사람이표준어쓰는것처럼하는거다들따라하길래저도챙겨봤어요예불러혹시그거도유행어있어요난道那里也有流行语吗啊혹시그것도유행어있어요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네저희어머니도그래서굉장히좋아했어요그유행어네저희어머니도그래서굉장히좋아했어요그유행어그랬구나그리고유행어를잘모르면왠지이제또래들보다좀뒤처진다는그런느낌도들긴해요아그랬구나그리고유행어를잘모르면왠지이제또래들보다좀뒤처진다는그런느낌도들긴해요네맞아요다른사람들이그런유행어를하면서막웃고있는데저혼자모르면상당히제가시대에뒤처지는사람아니면뭐재미가없는사람처럼느껴졌어요네저도한동안개그콘서트아개그콘서트안봤거든요그런데요즘에사투리쓰는사람이표준어쓰는것처럼하는거다들따라하길래저도챙겨봤어요일부러네저도한동안개그콘서트안봤거든요그런데요즘에사투리쓰는사람이표준어쓰는것처럼하는거다들따라하길래저도챙겨봤어요일부러혹시그것도유행어있어요혹시그것도유행어있어요네설말은끝만오르면꼬리끝만오르면되는거니아니가끔은내릴때도있어是啊首尔话的啊首尔话的话尾啊上扬就行了不偶尔啊它也会有什么下降的时候네설말은끝만오르면되는거니아니가끔은내릴때도있어情话是되게재미있는데요啊静根呐、啊、你也什么呀啊静华你也什么呀你也很有趣嘛啊情话是는啊情话是되게재미있는데요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我喜欢模仿别人저따라하는걸좋아하는데별로제가하면사람들이안웃더라고요要是啊我自己说流行语啊人们就不会笑了저따라하는걸좋아하는데별로제가하면사람들이안웃더라고요안웃더라고요그래도재밌었어요근데그건경상도사투리를하는사람이해야더재밌어요那也很有趣呢可那要是用什么庆尚道的方言庆尚道啊庆尚道庆尚道方言来说啊就更有意思了그래도재밌었어요아그래도재밌었어요그런데그건경상도사투리를하는사람이해야더재밌어요네그럼해주세요서울말은끝만어리면된다면서아서울말은끝만어리면된다면서서울的话呀只要话尾上扬就可行了是吗아서울말은끝만어리면된다면서아서울말은끝만어리면된다면서진짜허경환하고비슷하네요아许静焕啊，许静焕，진짜허경환하고비슷하네요啊，你真的跟什么呀？许静焕的腔调很像，진짜허경환하고비슷하네요，진짜허경환하고비슷하네요。네허경환이개그프로에이개그프로에나오는그주인공죠맞아요그리고또아주의해야할점이있어요좀오래된유행을하면또재미없는사람이될수도있어요아그是啊徐静焕呢就是那个什么呀笑话节目里的什么主人公主人公对啊但是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一些很久以前的流行语啊也会让人觉得啊没有意思也会让很多人都会觉得很趣啊很没有意思네허경환이네흑인관이개그프로에이개그프로에나오는그주인공이죠맞아요그리고또주의해야할점이있어요좀오렌트유행을하면또재미없는사람이될수도있어요네맞아요好我们再来读一下진짜흑인관하고비슷해요진짜흑인관하고비슷하네요아真的和许静焕很像啊진짜흑경환하고비슷해요네흑경환이개그프롬에아이개그프롬에나오는그주인공이죠맞아요그리고또주의해야할점이있어요좀오래된유행을하면더재미없는사람이될수도있어요네흑경환이그르이개그프롬네흑경환네흑경환이그개그프롬에나오는그주인공이죠맞아요그리고또주의해야할점이있어요좀오래된유행을하면또재미없는사람이될수도있어요아네맞아요아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语法部分으려면接在词尾아으려면呢接在动词的什么呀词干后表示目的的啊表示目的的呃留过哈达呢与表示假设的呃面呢构成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想做的话啊留面呢是想怎么样啊想怎么样它跟留过呢留面呢它俩的差距主要是什么呢留面啊想要怎么样的话就怎么样而留过哈达呢是想做什么什么的啊想做什么的话啊是想做什么啊想要做什么所以它还是有一些什么呀약간차이가나요还有一点点区别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例句啊我们从例句中找出它啊的一些用法물건을작게사려면啊물건을작게사려면큰시장에가야합니다如果你想买便宜的东西的话啊你想买便宜东西的话시장에가야합니다큰시장에가야합니다就应该去什么呀比较大一点的市场啊就应该去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市场물건을찾게사려면큰시장에가야합니다
여러분사게사려면큰시장에가야합니다如果你想买便宜的东西的话呢，就应该去大一点的市场。사를빼려면사를빼려면운동을하십시오如果你想减肥的话啊，掉肉啊，사를빼다掉肉啊，减肥사를빼려면운동을하십시오啊，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呢，就运动吧。사를빼려면운동을하십시오다음如果想读报纸就应该学汉字신문을읽으려면한자를배워야해요啊한자를배워야해요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呀啊看贝达萨达它两个这个贝达和萨达呢都是没有收音的啊都是开音节没有收音所以直接加려면就可以了而신문은이다读报纸啊이다读呢是有收音节的啊闭音节所以它后面要加个什么啊신문을읽으려면한자를배워야해요啊如果你想读报纸的话呢就啊就什么呀就应该学习汉字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아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三个啊例句물건을사게사려면큰시장에가야합니다물건을사게사려면큰시장에가야합니다물건을사게사려면큰시장에가야합니다如果想买便宜的东西的话呢就应该去大市场사를빼려면운동을하십시오想要减肥的话呢就运动吧사를빼려면운동을하십시오想要减肥的呢减肥的话呢就运动吧或者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么说다이어트를하려면운동을하십시오啊다이어트呢也是什么呀减肥的意思啊다이어트呢是它是个外来词啊사르베다呢是韩语中的词汇而啊다이어트呢是外来词啊由英文音译过来的好我们再来看啊下一个例句要及格要及格的话呢平均60分以上합격이되려면啊要想합격及格합격及格합격이되려면如果你想要及格的话呢평균평균평균啊평균平均平均60점啊60점60分以上이어야한다啊60점이상이어야한다要平均60分以上이상이어야한다好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합격이되려면평균60점이상이어야한다다음要去首尔得坐这趟车서울로가려면想要往首尔去啊在地点后面加로啊往哪里就是往啊哪儿去서울로가려면想要往首尔去的话呢이차를타야한다要坐这辆车啊要坐这辆车서울로가려면이차를타야한다要坐这辆车다음물건을사게사려면想要买便宜的东西생활정보지를이용하는게좋아요생활정보지를이용하는게좋아요要想买到便宜的话就最好留意生活信息报啊生活信息啊生活信息情报물건을사게사려면생활정보지를이용하는게좋아요생활정보지啊就像我们平常说的啊我们比如说啊去哪个超市买东西它会有一些打折啊减价的海报啊我们留意这些海报呢就能买到便宜打折的东西啊只是这个意思물건을사게사려면생활정보지를이용하는게좋아요마지막한국에유학가려면啊한국에유학가려면如果想去韩国留学的话呢어떤서류를제출해야합니까要提交제출하다提交提交上交
어떤서류를제출해야합니까아如果想去留学的话呢要提交什么文件한국에유학하려면아要想去韩国留学的话呢어떤서류를제출해야합니까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합격이되려면평균60점이상이어야한다합격이되려면평균60점이어야합니다합격되려면평균60점이상이어야한다다음要去首尔得坐这辆车서울로가려면이차를타야한다서울로가려면이차를타야한다다음想买到便宜货最好留意生活信息报물건을사게사려면생활정보지를이용하는게좋아요물건을사게사려면생활정보지를이용하는게좋아요다음한국에유학가려면아한국에유학가려면어떤서류를제출해야합니까한국에유학가려면어떤서류를제출해야합니까자又到了我们每日한마디每日一句的环节了看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又是怎样的一句话呢绝对不要为昨天而后悔절대어제를후회하지마라人生就在今天的我这里인생은오늘의나안에이고未来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내일은스스로만드는것이다好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절대어제를후회하지마라인생은오늘의내안에있고내일은스스로만드는것이다好我们再来快一点的读절대어제를후회하지마라인생은오늘의나안에있고내일은스스로만드는것이다절대어제를후회하지마라인생은오늘의나안에있고내일은스스로만드는것이다好这句话呢也是比较励志的一句话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记住这句话오늘이수업이끝나기까지끝나겠습니다네여러분도수고하셨습니다네내일만나보겠습니다